灭法亡国第八十四章。我亲爱的孩子，在昨晚的故事中，我给你讲了一个关于佛教和尚唐僧的故事。他被一个恶魔抓住，几乎和一个女魔鬼结婚。唐僧在他的三个强大的徒弟猴王孙悟空、猪人猪八戒、安静的沙悟净的帮助下逃了出来。徒弟们救了他，让他没有和美丽但危险的女魔鬼结婚，也没有丢了他的羊。之后，四位游人继续向西行走。当他们在前往印度的旅途中，天气变暖了，温暖的清风吹在他们的脸上，早下的雨水打在他们的脸上，地上开满了美丽的山花。突然，一个老妇人从两棵高大的柳树之间走了出来。他牵着一个小男孩的手，他说：“停住，和尚们，不要再往前走了，转身向东走，这条路走不通。”唐僧很吃惊，从马上跳下来，向他鞠躬，说：“老菩萨，古人说，海很宽。鱼儿可以跳，天很高远，鸟儿可以飞，怎么可能没有向西的路呢？”老妇人看着他说：“离这里五六里的地方，就是灭法王国。在前一生，国王对佛教很生气，因为一些佛教和尚对他不好，这一生他发誓要杀死一万名佛教和尚，到现在他已经杀死了9996名和尚，他只是在等另外四个和尚。如果你们去城里，你们将会丢了你们的生命。”“谢谢。”唐僧回答，“我很感谢你的话。告诉我，城的四周还有另一条路吗？”他笑了：“没有，没有别的路可走，除非你能飞。”猪人猪说：“妈妈，你的话不会吓坏我们，我们都能飞。”只有猴王孙悟空一个人能看到这个女人的真相。他看出她是观音菩萨，在旅途中保护着四位游人。这个男孩是观音的徒弟红孩儿。孙悟空倒在地上说：“菩萨，请原谅你的徒弟没有向你问好。”观音骑上了他的彩云，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向他磕头。他走后，安静的大个子沙说：“太好了，他告诉了我们关于灭法王国的事情，那我们该怎么办？”“别害怕。”孙悟空说：“我们打过很多魔鬼和妖怪，在这个王国里没有魔鬼，没有妖怪，只有人。我们为什么要害怕他们呢？”他看了四周，继续说道：“但是时间不早了，我们不希望村里的人看到我们，他们可能正在找四个和尚，把他们杀了，让我们远离这条路，
找个可以休息和说话的地方。他们在离路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他们坐在地上，孙悟空说：猪和沙，你们照顾师傅，我去城里看看。他跳到空中，飞到城市的上空，往下看，他看到了一座明亮繁荣的城市。这时已近晚上，月亮从东边上来，人们正在结束他们的工作，回到他们自己的家。孙悟空不想被人看到，所以他变成了一只飞蛾。他在城市中飞着，看着街道和商店。他看到一家大酒店，上面写着游人休息所，在这下面又写着商店主人的名字，王先生。他往里面看，看到八九个人都是游人，他们已经吃完了晚饭，准备上床睡觉。孙悟空想，他可以偷走他们的衣服，这样他和另外三位游人就可以看起来像普通游人一样。但就在他这样想的时候，王先生说：先生们，请小心，这个城市里有小偷，请照顾你们的衣服和行李。王先生手里拿着一个灯笼，游人们把衣服和行李都拿给了王先生。他把所有的行李和灯笼都搬进了自己的房间，然后他关上了门。孙悟空飞进了灯笼的火焰中，把灯火灭了，然后他变成了一只老鼠。他抓起衣服，把它们拖到外面。王夫人看到了这，她叫来了她的丈夫，说：老头子，这太可怕了，一只老鼠变成了一个精，拿走了我们客人的衣服。孙悟空变回了他自己的样子，他喊道：王先生，不要听你妻子的话，我不是老鼠，也不是精，我是齐天大圣。在唐僧去西天的路上，我保护他，我必须借这些衣服来保护我的师父，不受你们邪恶的国王的伤害，我以后会把他们还给你的。孙悟空回到唐僧身边，对他说：师父，我看了这个城市，学会了这个地方的话，国王是一个杀死和尚的恶人，但他也是一个真天子，他的城市幸福繁荣，我借了这些衣服，我们将穿上它们进入城市，帽子会遮住我们的光头，我们住在酒店里，明天早上我们将走出大门，沿着大路向西走，如果有人想要阻止我们，我们会告诉他们，我们是唐皇帝送来的。唐帝国被认为是一个很强大的帝国，这位国王不敢阻止我们的。其他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好计划。唐僧脱下僧衣，穿上借来的衣服，戴上帽子，沙也换了衣服，猪也试了衣服，但他的头太大了，戴不上帽子。孙悟空只好把两顶帽子缝在一起，才做成一顶非常大的帽子。最后，他们都穿上了借来的衣服。好了，他说，
我们现在必须走了，但是我们在这里的时候，不要叫师父或徒弟，我们互相叫兄弟。师父，你是唐老大，我是孙二，猪你是猪三，沙你是沙四。我们到酒店时，让我一个人说话，我会说我们是卖马的人，我会说这白马是样品，我们还有更多的马。四个游人进了城，他们走向酒店，他们听到了喊叫声，人们大喊：我的衣服不见了，我的帽子在哪里？游人避开了那家酒店，去了另一家远一点的酒店。这家酒店门口有一个灯笼，这就是说这酒店仍然开着。他们进去了，酒店老板是一个女人，她让他们进去，一个人牵走了马。他们上了楼，在一张桌子旁坐下。酒店老板问：几位先生从哪里来？孙悟空回答说：我们来自北方，我们有一百匹可怜的马要卖。他回答说：你来对地方了，我姓赵，我丈夫几年前死了，所以这个地方叫赵寡妇酒店。我们有一个大院子，很容易放下你们所有的马。我们有三种不同的服务级别，请告诉我，你们想要哪个级别？孙悟空回答说：请解释一下这三个不同的级别。如果选择最好的级别，你们将有一个美好的宴会，宴会中有多种水果和许多菜，年轻妇人会来你们的桌子上唱歌，如果你们需要的话，他们可以和你们一起玩，价钱是每人五个银币。这听起来非常好，在我的家乡，五个硬币还请不到一位小姐来桌子旁。和我说说第二级别吧。我们的第二级别是，你们都吃相同的菜，我给你们水果和酒，没有年轻妇人，价钱是每人两个银币。这听起来也不错，那第三级别呢？我不敢告诉你，因为你们都是这么好的先生。请告诉我们吧，这不会伤害到我们的。好吧，在我们的第三级别中，没有人为你们服务。我们给你们一大锅米饭，你们可以一起吃。我们给你们一些草，你们可以把它放在地上，在上面睡觉。你们早上给我们几个铜币，多少都可以。猪说：我觉得第三级别听起来不错啊，拿一大锅米饭来，我饿了。但孙悟空说：不，我们有银币，酒店老板给我们最好级别的服务。酒店老板很高兴，他对他的工人喊道：泡点好茶，告诉厨房做好准备，杀一些鸡和鹅。他停了一下，然后又说：另外杀一头猪和一只羊，再拿一些好酒。唐僧对准备这些肉很不高兴，孙悟空一边踢脚一边说：赵夫人请过来，
他等到他过来，他告诉他，请不要杀死任何生物，我们今天都吃素食。什么？你们都是吃素的吗？我们在做更生斋，今天是更生日，所以我们一定要吃素。明天是新酉，我们就可以吃肉了，所以请今天晚上为我们准备一些素食，我们会付给你相同的价钱。这让酒店老板非常高兴，因为素食远没有肉那么贵。孙悟空继续说，我们也会喝点酒，但堂哥不喝酒，请不要送任何女孩给我们。今天是庚生日，所以我们要避开和女孩们一起玩，但我们明天一定会要这些女孩。酒店老板离开去帮忙准备素食，还去告诉女孩们不要上楼。四位游人吃完了饭，酒店工人拿走了盘子。唐僧对孙悟空说，我们睡在哪里？楼上太危险了，如果有人进来看到我们的光头，我们就会被困在那里。是啊，他回答说。他踢着脚再次叫来了酒店老板。他到了后，他告诉他，夫人，我担心我们没有地方睡觉，我的两个兄弟有点不舒服，他们不能睡在楼上的房间里，因为那里有风。如果房间里有光，我和我的哥哥就睡不着。酒店老板离开去告诉他的女儿，我们有一个问题，今天晚上来了四位有钱的卖马人，他们想要最好级别的服务，我希望从他们那里赚点钱，但他们不想睡在酒店里，因为房间里有风和光，我可能只能让他们离开。如果我这样做，我们将拿不到他们要付给我们的钱。女儿回答说，母亲，别担心，父亲活着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大木箱，它宽四尺，长七尺，高三尺，它足够大，可以睡几个人。当箱子关上时，没有风，也没有光，正好给我们的客人用。这让酒店老板非常高兴，他把箱子的事情告诉了孙悟空，他同意用那箱子。一些工人抬出箱子，打开盖子，四位游人进了箱子，他们让酒店老板把白马系在箱子旁边，然后他们让他关上箱子，锁上它，在任何可能进光的地方放上纸。你们很奇怪，他说，但他照他们的要求做了，然后每个人都去睡觉了。夜里，游人们都非常不舒服，箱子里太热，没有风，每个人都挨得太近了，他们都试着入睡。孙悟空想找些麻烦，他捏猪的腿把他叫醒，他大声说，兄弟，我们上周卖掉的那些马换了3000个银币，另外我们的袋子里有4000个金币，明天我们将卖掉所有的马，至少能换3000银币，这还不错吧？嗯。在箱子外面，几名酒店工人正听着，他们和地方上的强盗有勾结。说到这话时，
他们中的一些人跑去告诉强盗，他们的酒店里来了很有钱的客人。20个强盗来到酒店，赵寡妇和她的女儿看到他们到来，他们很害怕，所以他们把自己锁在他们的房间里。强盗们看了四周，他们没有看到任何游人，但他们看到了锁着的大箱子。首领说，这个箱子里可能装满了钱、丝绸和珠宝，我们把它带到城外，打开它，拿走所有的东西。几个强壮的强盗抬起箱子，把它抬走了。其他一些强盗牵走了白马。在箱子里，游人们都醒了，他们知道箱子在动，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孙悟空说，强盗在抬着我们，保持安静，他们可能会把我们一直带到西天，这样我们就不用走路了。但强盗们向东走，他们在城门处杀死了一些守卫，逃离了城市。人们看到了这，把他报告给了军队的指挥官。一大群士兵冲出城外，想要抓住强盗。强盗们看到他们来了，丢下箱子，放开白马，跑进了森林。士兵们把箱子抬回城里，指挥官看到了那匹白马，他看到了什么？银丝长在他的鬃毛上，玉线长在他的尾巴上，他的骨头可以带来1000个金币，他能跑3000里，他爬山见绿云，他像雪一样白，对着月亮嘶鸣。他真是来自海的龙，人间的玉麒麟。指挥官骑着白马回到了国王的宫殿，士兵们把箱子抬进了宫殿，他们把箱子放在那里，这样国王在早上就可以检查箱子了。夜里，孙悟空用他的魔法在箱子底部钻了一个小洞，他变成了一只小蟋蟀，他爬了出去，便回到了他自己的样子。现在是时候去玩一些好玩的魔法了。他把右臂上所有的毛都拔了下来，吹了吹，小声说，变。每一根毛都变成了一只小猴子，他把左臂上所有的毛都拔了下来，吹了吹，小声说，变。每一根毛都变成了一只睡虫，然后他抓起他的金箍棒，捏了捏，小声说，变。棒碎了，变成了1000把小剃刀。他给每只小猴子一只睡虫和一把剃刀，他告诉他们去宫殿和政府办公室找到每个人。他告诉他们，给每个他们遇到的人一只睡虫，等他们睡着后，用剃刀剃他们的头。几个小时后，工作完成了。孙悟空摇了摇身体，把所有的毛都拿回到了他的手臂上。他把剃刀放在一起，变回成了他的金箍棒。他把棒变小，放在耳朵里，然后他又变成了一只小蟋蟀，爬回了箱子。早上，宫里很乱。宫里的女人们醒来后去洗头，发现他们都是光头，男人们发现他们也是光头。
王后醒后，在浴床上看到他的身边，看到一个和尚睡在那里，他大声喊了起来。和尚坐起来，他看到是国王，完全没有了头发。他看着他说：“我的王后，你为什么是光头？”“陛下，你也一样。”他回答说。国王看着他，哭了。他对他说：“这一定是因为那些被朕杀了的和尚。”第八十五章。那天早上晚些时候，国王见了他所有的大臣。大臣们说：“陛下，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昨晚你所有的仆人都掉了头发。”大臣们和国王都同意，他们再也不敢杀任何和尚了。然后军队的指挥官走进国王说：“陛下，昨晚我们从强盗那里拿到了一个大木箱和一匹白马，我们请陛下决定该怎么做。”“把他带到这里来。”国王回答说。几名士兵抬起很重的箱子，把他抬进了宝座房间。箱子里，唐僧非常担心。“我们要对国王说些什么？”他问。“别担心了。”孙悟空回答。“我已经控制了一切。当箱子打开时，国王会向我们鞠躬。我只是希望猪能闭上他的嘴。”唐僧还想说什么之前，士兵就把箱子放在了宝座房间。他们打开盖子，猪跳了出来，吓坏了房间里的每个人。孙悟空紧跟着爬了出来，同时帮助唐僧出来。沙最后一个爬了出来，拿着行李。四位游人站在宝座房间里等着。国王从宝座上站了起来，走了几步，直到他站在游人面前。他鞠躬问道：“先生们，是什么把你们带到这里来的？”唐僧回答说：“我是被唐皇帝送去印度的雷音寺拜活佛，把圣书带回唐帝国。”“那你为什么在箱子里？”“我知道陛下发誓要杀死一万名佛教和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穿成村民的样子，不是和尚的样子。昨晚我们睡在箱子里，因为我们害怕强盗。我们还在里面时，箱子就被强盗偷走了。你们的军队指挥官救了我们。现在我看到你尊贵的脸，云已经消失，太阳已经出来了。我希望你能让我继续我的旅途，我的感激心情会像海一样深。”“尊敬的大师，这是朕的错，没有欢迎你来朕的王国。很久以前，一些和尚说了一些关于朕的可怕的事情，在愤怒中，朕发誓要杀死一万和尚。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也会成为和尚。朕求你，尊敬的大师，请让我们做你的徒弟。”猪大笑起来：“如果你们要成为我们的徒弟，你们有什么礼物给我们？”国王回答说：“大师，如果你接受我们做你的徒弟，朕王国的一切都是你的。”孙悟空说：“我们是和尚，
我们对你们的财富没有兴趣，请签署我们的通关文书，让我们安全离开你的城市。你的王国将常在，你将有很长很幸福的生活。国王马上同意了，然后他要由人改他的国家的名字。孙悟空说，法王国这个名字很好，灭这个字才是问题。如果你把你的王国的名字改成亲法王国，你将有1000年清清的海水和静静的大海，四季风雨调和，王国的和平。国王感谢了四位游人，给了他们御马车，让他们前往清法王国的西部边界。当他们来到王国的西部边界时，他们下了马车，继续他们的旅途。孙悟空向其他人解释了他前一天晚上是怎么用他的魔法剃光所有人的头的，大家都笑了。就在这时，他们看到另一座大山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唐僧说，徒弟们，看看那座高高的山，它看起来有点邪恶，我开始感到有点害怕。孙悟空回答说，师父，你忘了禅师给你的心经了吗？记住心经中的这些话，不要走太远去求灵山的佛，灵山活在你心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灵山神社，在这神社里你会被改变。当心纯洁时，它像灯笼一样明亮；当心安静时，世界就看得清了。但如果你犯了一个错误，你10000年里也不会成功。你强大，雷音山就在你面前，你让自己害怕，雷音山就很远。所以忘记你的害怕，跟我来吧。唐僧听到这些话时，感觉好多了。他们继续往前走，到了山上，抬头望去，他们看到了许多颜色，还有近山顶的白云。山上长满了千千万万棵松树和一些竹林，远处传来灰狼、老虎和猢狲的叫声，还有鸟儿在树上唱歌的声音。然后他们听到了风的声音。我听到了风声，唐僧害怕地说。当然，四季都有风，你怎么被这个吓坏了？这阵风很强，突然从地面上出现了一团大雾，太阳消失了，鸟儿停止了歌声，他们什么也看不见了。为什么有风的时候还会有雾？我去看看。师父，请从马上下来。唐僧下了马，孙悟空跳起来，手遮在眉上，看向四个方向。他低头看，见一个妖怪精坐在悬崖边。他身体强壮，长长的尖牙，像玉钩一样的大鼻子，金色的眼睛和银色的胡子。30-40个小魔鬼坐在他身边，坐成一直线，嘴里都吹着雾气。孙悟空笑着对自己说，师傅是对的，真是一股邪风。我现在可以杀死这个妖怪，但这会毁了我的声誉，我会让猪做这事儿。他回到唐僧面前说，师傅，
我的眼睛一般都很好，但这次我错了，没有妖怪，雾现在已经消失了。我想它是来自附近的一个村庄，村民们正在蒸米饭。猪听到了这话，他当然饿了。他小声对孙悟空说：“你吃了他们的食物了吗？”猴子回答说：“我只是吃了一点点，对我来说盐太多了。”“我不在乎食物里有多少盐，不管怎样，我会吃的。”猪走上前去向唐僧鞠躬道：“师傅，哥哥刚才告诉我，附近村子里有人给和尚食物，让我去要一些食物。”唐僧同意了。猪正要离开，孙悟空对他说：“兄弟，他们只给好看的和尚食物，你很丑。”所以猪说了些魔语，摇了一下他的身体，他变成了一个矮瘦和尚，拿着一只木鱼，用小木锤敲着它。他不会念任何经文，所以他只是一遍又一遍的说：“哦，伟大的人。”猪走了。很快他走进了一群小魔鬼中间，魔鬼抓住了他，他说：“别拉我，你们可以让我在每家吃饭，一次一家。”其中一个小魔鬼回答说：“嗯，和尚，所以你想吃饭，但你不知道，我们喜欢吃和尚，我们抓和尚，把他们带回家，蒸了吃。”猪很害怕，也很生气。他变回了自己的样子，开始向小魔鬼挥动耙子。魔鬼们逃跑了，冲回到了老魔鬼身边。“大王，不好了，我们抓住了一个小和尚，我们打算留下他，以后再吃他。但后来他变成了一个大猪人，他用耙子打我们。”“让我去看看。”老魔鬼说。他走近看，见到猪手里拿着神奇的九齿耙子。老魔鬼喊道：“你从哪里来？你叫什么名字？告诉我，我会让你活着。”“怎么，你不认识我？”猪回答说：“我以前是天蓬元帅，我是天和尚八万士兵的指挥官。有一天，我在天宫里羞辱了美丽的嫦娥，然后我吃了王母娘娘的魔蘑菇。玉皇大帝打了我2000锤，把我送到了人间。我成了像你一样的邪恶妖怪。我在高村和一个村里的女孩结了婚，然后我遇到了我的孙悟空哥哥，他用他的金箍棒打败了我。我只能鞠躬向佛发誓，现在我是唐和尚的苦力，我姓猪，我的佛名叫猪八戒。”妖怪喊道：“原来你是唐和尚的徒弟，我听说他的肉很好吃，现在试试我的狼牙棒。”妖怪和猪开始打了起来，猪的耙子像咆哮的风，猪的耙子像咆哮的风，狼牙棒的击打像粗大飞快的雨点，猪的耙子像一条大海里的龙，妖怪的狼牙棒像水池里的蛇。他们的喊声让山河晃动，他们吓坏了地狱里所有的生物。他们战斗的时候，孙悟空笑着对沙说：“
那头猪真的很笨，我告诉他那里有吃的，所以他就去找了。他现在可能已经遇到了魔鬼。好吧，我还是去看看他怎么样了。孙悟空看到猪和妖怪在战斗，他喊道：猪，别紧张，老猴子来了。猪和孙悟空一起和妖怪战斗，很快妖怪和小魔鬼被打败，逃跑了。两位徒弟回到了唐僧那里，猪打得累了，他全身是汗，流着鼻涕。你怎么了？唐僧问。我以为你去村里要饭了。哥哥骗了我，猪说，他告诉我有一个村庄，那里都是愿意给我们食物的人，但是那里是一群邪恶的魔鬼，我跟他们恶战了一场，猴子帮了我，我们打败了他们。那里真的有妖怪吗？唐僧问。孙悟空说，有几个小恶魔，但他们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麻烦。我们走吧。猪，你走在前面开路，如果老魔鬼再次出现，你就和他战斗，我知道你能打败他。猪说，兄弟，你知道的，宴会上的王子不是喝醉就是吃饱，战斗中的士兵不是伤就是死。这听起来很不好，你为什么这么说？孙悟空问。现在这么说，以后我会让我自己变得更强大。四位游人继续在通往印度的路上往西走去。这个时候，老魔鬼和小魔鬼回到了他们的山洞。老魔鬼的心情非常不好。一个小魔鬼问：大王，你今天为什么这么伤心？他回答说：小的们，一般我出去巡逻的时候，我能找到几个人或动物带回来给你们吃，但今天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和尚，猪人猪八戒，他和他的师父唐和尚一起来了这里，我想吃唐和尚的肉，但我不能打败他的徒弟。一个小魔鬼说，大王，我以前住在狮子洞里，我为狮子岭的魔鬼工作，我的主人也想吃掉唐和尚，但是和尚的大徒弟一只叫孙的猴子杀死了我的主人和许多其他魔鬼，我从洞的后门逃了出来，来到了这里，这就是为什么我知道孙的力量。500年前，他在天上找了麻烦，天上的众神都怕他。你应该不要想去吃唐和尚了，那太危险了。这个故事吓坏了老魔鬼，但紧跟着又有一个小魔鬼站了出来，他说：大王，不要害怕，我有一个抓唐和尚的计划，他叫分瓣梅花计。老魔鬼问：分瓣梅花计是什么？叫来所有你的小魔鬼，从所有这些魔鬼中选最好的100个，从那100个中选最好的10个，从那10个中选最好的3个，他们必须能改变他们自己的样子，让3人改变他们的样子，让他们看起来都像大王一样，穿着你的盔甲，拿着你的武器，让一个去打猪八戒，一个去打沙悟净，一个去打孙悟空，等他们都在忙着战斗的时候，
你就可以抓住唐和尚，这很简单。老魔鬼拍手说，这真是太好了，如果成功了，我会让你成为所有小魔鬼的指挥官。小魔鬼叩头，然后去叫所有的小魔鬼。很快，最好的三个小魔鬼被选了出来，他们都变了样子，看起来就像老魔鬼一样。然后他们就等着和尚和他的徒弟的到来。唐僧骑着马，身边围着三个徒弟，他们听到了一声巨响，一个魔鬼跳了出来，向唐僧跑去。孙悟空喊道，魔鬼来了，猪抓住他。猪拔出他的耙子，开始和魔鬼战斗。一分钟后，第二个魔鬼跳了出来，向唐僧跑去。孙悟空说，我想是猪让魔鬼跑了，我要和他战斗。他开始和第二个魔鬼战斗，紧跟着一阵大风，第三个恶魔向唐僧跑去。这是怎么了？沙悟净问道，但是他拔出他的拐杖，开始和第三个魔鬼战斗。现在三个徒弟都在战斗，老魔鬼从天上飞下，他抓住唐僧，带着他往自己的山洞走去。他走进山洞，肩上背着唐僧。指挥官，他喊道。做计划的小魔鬼走上前来，老魔鬼说，你的计划非常成功，你现在是我所有魔鬼的指挥官，让人去拿水，烧火木头和一个大锅，我们将蒸唐和尚，然后我和你吃他的肉，长生不老。指挥官回答说，大王，我们还不能吃和尚，那只孙猴子真的非常危险，如果他发现我们杀了吃了他的师傅，他都不会想和我们战斗，他只会把整座山推倒在我们头上，马上杀死我们。你有什么好的主意？我想我们应该把唐和尚带到花园后面，把他绑起来，把他在那里放几天，这将把他里面都清干净。我们等他的三个徒弟离开，然后我们可以蒸和尚，舒舒服服的享受他，怎么样？好，老魔鬼笑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计划。他们把唐僧带到花园后面，把他绑在一棵树上。他哭了，说，徒弟们，你们在哪里？我被一个恶魔抓住了，我什么时候再见到你们？正哭着，他听到附近传来一个声音说，长老，你也在这里？那是谁？唐僧问。我是住在这座山上的一个砍木人，三天前我被抓了，被绑了起来，我想他们打算吃掉我。砍木人，很对不起听到这个，但如果你死了，那只会是你自己，如果我死了，情况会更坏。你为什么这么说？你是一个已经离开家的人，你没有父母，没有妻子，没有孩子。我是唐皇帝送来的，去西天取经。如果我死在这里，我将对不起我的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地狱里无数的灵魂将永远没有办法逃离转轮藏。
我所有的工作都将像风中的灰尘一样。这真的让人难过，但我的死会更不好。我和母亲住在一起，她今年82岁，只有我一个人照顾她。如果我死了，谁来埋她？我的朋友，伺候皇帝和伺候父母是一样的。你被你母亲的仁慈感动，我被皇帝的仁慈感动。第86章，当唐僧和砍木人被关在老魔鬼的洞里时，孙悟空打败了三个假的老魔鬼中的一个。他跑回师傅等他的地方，但他没有看到唐僧，他只看到了白马和行李。他开始找唐僧。不久，猪和沙加入了他的战斗。他们都很困惑，因为三个徒弟都认为他们一直在和同一个老魔鬼战斗。每个人都以为其他人让老魔鬼逃了。最后，孙悟空跳了起来，愤怒地喊道：“他骗了我，他骗了我！”“你是什么意思？”沙问。“他用了古老的分瓣梅花计的骗术，他让我们三个人和其他魔鬼战斗，然后他跳下来，把我们的师傅带走了。”他开始哭了，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猪说：“哥哥，别哭，他一定在附近，我们去找他吧。”他们开始在这山上找。过了一会儿，在一个大悬崖底，他们发现了一个通向一个山洞的大石门。大门上有一块石牌，上面刻着大字：“隐雾山折月连环洞。”这是老魔鬼住的地方，孙悟空说：“猪，去抓住他。”猪举起耙子向前跑去，砸碎了石门。年轻的指挥官听到了声音，他跑向大门，看到了猪人。他转过身，跑回老魔鬼面前，说：“大王，别担心，只是猪八戒，他不是问题，要小心猴子。”猪听到了这话，他转过身来，对孙悟空喊道：“哥哥，他们不怕我，但他们一定怕你，你最好快点来这里。”孙悟空马上跑到门口，开始喊着让魔鬼们放了他的师傅。沙跟着他。魔王听到了这话，他对指挥官说：“都是你用什么分瓣梅花计给我们带来了这场灾难，你对我们来说将怎么结束？”“大王别担心，”指挥官回答，“我知道这只猴子，他是一个强大的战士，但他也很虚荣。我们对他说一些他喜欢的话，骗他，让他以为我们已经吃了他的师傅。”“那我们怎么做？”“我会做一个假人头，我们把头给孙看，告诉他那是他死去的师傅的头。”指挥官用斧头砍下一块柳树根，他把它做成像一个人头。他咬了他的嘴唇，把血弄在假头上，然后他让一个小魔鬼把头放在盘子上，带给孙悟空，说：“哦，大圣，请放下你的愤怒，让我们和你说话。”小魔鬼很害怕，但还是慢慢的向徒弟们走去，把头放在盘子上。猪正要用耙子砸小魔鬼，但孙悟空喜欢被人叫做大圣，所以他举起手说：“
等一下，兄弟，让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小魔鬼说：哦，大圣，这个山洞里的一些魔鬼可能做了一件很坏的事，他们已经吃掉了你的师傅，只剩下他的头，我这里有他的头。孙悟空说：嗯，如果你们吃了他，那只能那样啦。给我看一下他的头。小魔鬼把头扔了出去，他掉在了孙悟空的脚下。有些不对。孙悟空对猪说：当你把一个真的人头扔在地上的时候，它不会有很响的声音，但是这个头掉到地上时，它发出很响的声音，就像两块木头碰在一起一样。然后他用他的棒打那个头，那个头碎开了，他们看到那是一块柳树根。小魔鬼跑回山洞，向老魔鬼报告了这事儿。那好吧，老魔鬼说，我们只需要给他看一个真的人头，去厨房拿一个。小魔鬼去了厨房，发现了一堆人头，他拿了一个，他用刀从头上取下了大部分肉，然后他把头拿出来，对孙悟空和猪说：大圣，我给你看的第一个人头是假的，但这个真的是你师傅的头。他把头向孙悟空那里的地上扔去。孙悟空开始哭了起来，他相信这个头真的是他师傅的。三个徒弟拿起了头，他们在离山洞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猪用耙子挖了一个洞，他们把头埋进洞里，用土盖上，在上面放了几根柳枝和一些石头。孙悟空擦了擦眼睛，说：沙，你守卫坟墓，看护马和行李。猪，你和我一起去抓那个妖怪，把他的身体碎成千块。猪人拿起耙子，孙悟空举起金箍棒，两人直向山洞跑去。他们进了山洞，开始攻击所有的小魔鬼。我们该怎么办？指挥官对老魔鬼说。他回答说：古人说，把你的手放在鱼篮子里，你的手就会很难闻。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事，现在我们必须完成它，坚持自己的立场。然后他拿起他的武器，一把铁棒，他跑出山洞，指挥官和几百个小魔鬼跟在他的身后。他对孙悟空和猪喊道：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南山大王，我已经在这里几百年了，我已经吃了你的师傅，你敢怎么样？孙悟空说：你怎么敢叫自己南山大王？连太上老君、如来佛和孔子都不敢叫他们自己大王，你什么都不是。大圣和大王站着，互相说着羞辱的话。最后，妖怪跳上前，想用他的铁棒打孙悟空。孙悟空很容易的挡下了这一击。战斗开始了。在他们战斗时，猪和指挥官也在战斗。孙悟空看到几百个小魔鬼来了，他马上用他的分身魔法变出了几百只小猴子，每个小猴子都开始和一个小魔鬼战斗，真是一场战斗。东方的和尚正西行，南山老魔鬼挡了他的路。妖怪很不聪明的抓了唐和尚，然后他遇到了猴王和有名的猪八戒。尘土起，天空变黑暗，战斗的上空都是魔鬼的喊叫声。
大圣和猪露出他们的力量，妖怪和他的指挥官露出他们的恶。大圣和猪想要报仇，妖怪和他的指挥官要和尚的肉。四个人战斗了很长时间，但他们都没有办法赢。最后，南山大王看到他打不赢，他飞回了他的山洞。指挥官没能飞走，他被猴王的棒击倒了，他的身体变回了他自己的样子，一只灰狼。孙悟空和猪看了狼的尸体，然后他们飞跟在大王的身后。大王让他的小魔鬼用石头和泥挡住洞的入口，猪想用耙子砸碎石头，但石头没有动。不要理他，孙悟空说，他们挡住了前门，但洞的后面一定有一个入口，我去找找。别让自己死了，猪说，我们已经为师父哭过了，我不想也为你哭。孙悟空围着山走了一会儿，他听到了流水的声音，低头看，他看到一条小溪从地上的一扇小门里流出来。他对自己说，我可以变成一条水蛇，这样就可以进入山洞。但是如果我变成一个又长又瘦的生物，师傅不会喜欢的。螃蟹呢？不行，师傅也不会喜欢的，腿太多了。最后，他决定变成一只水老鼠。他走过大门，跟着流水向上进入了山洞。不久，他发现自己在洞的后面，抬头一看，他看到一些小魔鬼在准备吃的人肉。当他看到这个时，他感到恶心。我最好去弄清楚这里发生了什么，他对自己说。然后他变成了一只小蜜蜂，他飞过山洞，来到了老魔鬼坐着的房间。一个小魔鬼跑过来，对老魔鬼说：大王，我在山洞外巡逻，我看到了唐和尚的三位徒弟，他们都站在坟墓旁边，大声的哭着。我想，他们一定认为我们给他们的头真是他们师傅的。孙悟空听到这话，很高兴。他看了一下房间，房间的一边有一扇非常小的门，他从门下飞过。他发现自己在一个大花园里，他听到了哭声，他看到了唐僧和另一个人，他们俩都被绑在树上。他变回了他自己的样子，喊了他的师父。是你吗，悟空？唐僧问。快帮我离开这里。师父，放心吧，等一下。我必须先杀死那恶魔。他变回到了一只小蜜蜂，回到了老魔鬼的房间。魔鬼们在谈怎么把唐和尚做成饭，他们应该蒸、炒还是煮？一个说，他们应该把它放在盐里，然后慢慢的吃它。这让孙悟空非常生气，他对自己说，我师父对你们做了什么？他飞到房顶，没有人能看到他，他变回了他自己的样子。然后他从手臂上拔下一些毛，小声说，变，把他们变成了睡虫。睡虫爬进魔鬼们的鼻子里，让他们睡着了。大王个子大，他没有睡着。所以孙悟空又把几个睡虫放进了他的鼻子里。最后大王打了两个哈欠睡着了。当他们都睡着了，孙悟空打坏了花园的门，他正要松开唐僧的绑绳，但又说，师父等等，
我要先杀掉那恶魔。他跑回到房间里，举起他的棒，然后他说：哦，等等，可能我应该先救出师傅。他又跑回花园，他这样来回跑了好几次，不知道该先做哪件事。最后，他松开了唐僧。当唐僧起来离开时，另一个人大声喊道：大人，请你也救救我。那人是谁？孙悟空问。唐僧说：他是个砍木人，也是被魔鬼抓住的。他的母亲年纪很大了，他很担心他，也松开他吧。孙悟空带着他们两人走出了山洞，他们走到猪和沙站着的坟墓前。猪以为唐僧是鬼，但孙悟空把假头的事和他怎么救出唐僧的事都告诉了他。孙悟空和猪回到山洞里，他们找到了那个叫自己大王的老魔鬼，他们把老魔鬼绑起来，把他带到山洞外面。老魔鬼还在睡觉，然后他们在洞的后门放了很多干的烧火木头，他们点了火，猪扇动他的耳朵，让火烧得更大。他烧毁了山洞里的一切，杀死了所有的小魔鬼。他们回到了唐僧那里，他们看到大王醒了过来，猪很快用他的耙子砸死了他，死去的大王变成了一只豹子。孙悟空说：豹子可以杀老虎和人，杀死了他，我们救了许多生命。和尚和三个徒弟准备离开，但砍木人说：先生们，我家离这里不远，你们能不能去我家见见我的母亲，让我们为你们准备一顿饭。他们跟着砍木人，很快他们看到了一个小屋，它被竹篱笆围着，一条石头小路从大门通向前门，四周都是鲜花和树木。一个老妇人站在门前，看着四周，大声喊道：我的儿子，你在哪里？我在这里，母亲。他喊道。他跑到他面前，跪在他面前，哭了起来。老妇人抱住他，说：我的孩子，你已经走了好几天了，我以为是山主抓走了你，发生了什么事？母亲，山主是抓了我，我被绑了好几天，他们要吃掉我，但这些先生救了我。他们是来自唐帝国的圣僧，前往西天取佛经。他们杀死了山主和他所有的小魔鬼。如果不是他们，你的儿子已经死了。母亲和儿子俩都向唐和尚和他的徒弟们磕头，然后他们很快走进小屋去准备素食。吃完饭后，唐僧向砍木人的母亲道谢，然后他让砍木人告诉他们怎么回到向西的大路上。他们五个人走了几里路，翻山过河，终于又找到了大路。徒弟们，唐僧说，我在这旅途中已经走了很远，每条河，每座山都遇到灾难，从妖怪和魔鬼那里逃离死的命运。我的心只在佛经上，我的思念只在天堂上。这个旅途什么时候结束？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砍木人听见了他说的话，回答说：先生，别担心，300里外就是印度，你离西天很近了。这让唐僧很高兴，他向砍木人道谢，
和尚和徒弟们面向西方，继续他们的旅途。我们不知道他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到西天，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知道。